好，那在本日凌晨三点的时候，那一部自小客车，在行经花莲市国盛三街，因为它逆向行驶，那自撞了这个路边的这个停放三辆的汽车，那这个随即有侧翻躺在路中央，那本分局民警获报之后立即赶赴现场，也有通知救护车到场救助，那经检查现场，那所幸是没有人员伤亡。那至于这个驾驶人和林姓男子，因为全身有酒味，所以警方依法来跟他做酒测，那酒测也超标，那全案我们依这个酒后驾车违反公共危险罪来移送侦办。对，好，谢谢。Okay.